河大桥位于贵州省龙岭县，全长1260米，横跨朵花大峡谷。塔顶距峡谷底约400米，桥面距峡谷底约280米，是世界第一高山峡谷景观斜拉桥。主桥及塔柱设有观光旅游玻璃步道、观光电梯和空中观景平台等设施，及交通运输、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可360度全览朵花大峡谷和龙岭大草原风光。求求你了，从大街的斑马眼里真也这样记住了，莫得莫拉拉扯哟呀啦你素也开我刚去了都给下阳光哟呀啦扎西托门这么拉扯了。Yeah.